黄宗尧反对一个台话晒事。黄宗尧、何佩瑜、庄思敏等人日前就出席电影《白宫沦陷二之伦敦沦陷》的首映，提到 Viu TV 即将开播，黄宗尧表示非常期待，而且观众有多个选择是好事啊。咁若果 Viu TV 揾你合作，你又会唔会应承啊？如果他哋会揾我嘅，我会觉得个性质啱嘅，一定会帮手，系啊。你想拍啲咩多？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香港人都中意睇剧啦，我自己都中意拍剧多嘅，系啊。咁若果佢系剧嘅形式啊，或者甚至系煮嘢食啊，我都觉得几得意，去旅行都 OK， 系啊。听闻 Viu TV 唔似 TVB 咁会同艺人签死约嘅喎，钟瑶你又点睇咧？咁咪好咯。因為其實簽死或者甚至大台沒有簽死人，他都綁死了人家嘛，那我會覺得其實對於那個演員那個發展空間很有限制的，那沒理由一個台可以話曬事，或者令到人家可以講什麼不可以講什麼，可以寫簡體字或者不可以寫簡體字的嘛，那我會覺得一個 artist 最重要是他很清楚他自己可以選擇他自己最心水的工作，和最好的劇本和最好的節目來做。